舆情实验室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Night， 今天我们来挑战气象立个 flag， 你敢问我们就敢答，现在开始。先可以帮我抽一个，就别往后移了，你就转一转。你是故意把嘴这样吗？你故意把嘴巴画出来的吗？你们转一头就往后面了。好像微笑唇是吧？是微笑唇吗？对，宝贝，你也给我帮我抽一个。不是你那个让人下了蛊的妆，你还有谁？有了。下蛊的妆吗？要不你先下去吧。虞书欣，哎。是不是没有虞书欣追不到的心？有啊，谁呀？领导微信，微信吧。不告诉你们。看到领导的微信之后有聊天了，在这个平时有聊吗？聊什么内容？有分享给其他人拉群吗？因为安琪说电话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这回事。人家一个好友不是说过的吗？是吗？最美的回忆之后有第一感。赫然裸背大片好辣，想对馋你身子的粉丝说什么？好凡尔赛，但是得不到我。那你觉得你是有10%多好的性感，和10%多好帅气？预言喜欢甜妹的最高境界就是变成甜妹，你认证吗？有。不是，我打算谢老爸，然后我就赶紧撤回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刘雨欣透露一下新一批的概念和进度。新一批就是最近刚录制完，然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吧，然后希望很快跟大家见到。差异比较大。最近有在准备舞蹈生的节目，对，可以期待一下。生活中还会继续跟土豆啊、糖醋排骨这种吗？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大家一定都是会一直想吃的。一直想吃的，也跟家人学习。对，新的菜倒是没有，就是在原本的菜器上去精进自己吧。嗯，其他人吃过了糖醋排骨没有？没有，等再练练吧，再练练吧。赵唐，你吓个什么？九个人肯定要问你的。作为德云社编外人员，终于在德云瓦舍加入他们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搞笑吗？不搞笑，不搞笑。但你那个造型好看。对，他开机那天，是漂亮的。现在我们都在一起拍戏，同事了。Kiki， 有没有数过在剧组买了几双拖鞋？难怪你在长的那个，你也会真的穿进去？你们要不啦？要的啦。我有没穿过的，可以分给你们。今天都热了，你都是棉拖鞋。你不是都在横店吗？对啊，给他们，你们换一下，闪送鞋。他鞋就坐楼下。这个鞋不会掉吗？华山。雅欣儿。哎，真帅啊！参与到《如果再见》的创作当中，有什么新鲜的体验？我听过，你听过，来新的。我不会唱，那你不是给我听？已经过吗？已经发布了吗？好听。你给他听。你又听过了。你给他听，为什么给我听？我最近还快打一下打仗，是单曲一个出勤的歌。我好像知道跟谁合唱了，我自己的。哦，打扰了。录音室的那个片段来。对。哦，我也看了那个，我看到你朋友圈照片了，我也看到了。然后就是唱最难唱的，看我来看多难唱。没有，就是它其实是有点卡在我的换声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 key 就是最好听的音色。你快唱，我必须要让你去听。你现在不想唱是什么换声点？对，不懂。我知道，就换音域的那个点，对吧？欠粉丝的那些故事什么时候可以讲一讲？没有到时候，我也不能讲，你知道吧？咱们俩去故宫，赶在最后一分钟，我们俩去看展。哦，看那个泰国展了，对，我们就是约好最后两分钟，然后到达了故宫，然后求他们把我们放进去。你可以讲我们那天还去吃了那个，去那个吃那个火锅。卷儿当叫你老公称为普遍现象之后，现在叫什么会引起你的注意？叫卷儿老公 ，excuse me， 叫那个儿子，叫 by my name， call me by my name。唯一不怕虫的，你知道怕真的灭虫的。我听你 play 也是，那个里面有什么蜘蛛？我们好可怜，我们这些故事半年前就在分享，半年后叫我什么我都有反应了，还在说这个？对啊。我们昨天晚上，我一会儿就怕就是。算了算了，我不
你说人多了。会有这样的工作，就如果有综艺节目邀请我们，什么姐姐妹妹什么的，对，慢生活就是也是一份工作，就是、对不对？就是、很真实的去，不用机器对着你，对，而且这样有时候就更真，对吧？话题建立了啊，嗯，丢发出去。一起睡吧，我觉得 OK。我无语，感到奇怪。呀，你就继续演。大大的眼睛，满满的疑惑。拽这套 OK。你很拽。哎，脑壳。哪样啊？直接往外出一个。I'm fine。小猪嫌弃。你这个状态不欠免吗？那我就痛苦吹吹吧。我也真正 stop 停着什么，听我说一句。你说了。不假，打完了。对 ，amazing。这个好长。谢谢。我感觉这一期有点垮。没有，我一起找。这样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想要旅游团综，还有旅游综艺，我们自己出去一个旅游，就是我不能无偿参加，对，必须还是要有偿，然后多点时间给我们，就是很自然的，就是去表达一些情感的东西，然后可以边玩，不要紧张，怼着你边说聊天，没有那种太多的那种，对，去钓鱼。一个手捶胸啊，一个手在。好了，磨皮不错的，把它磨得很可爱，还有很多表情包。